不同人考60分的反应。学渣，哎，成绩又出来了，这次一定又是个位数。等等，60分。我的天哪，太好了，没想到有生之年我也能考60分。考了那么多次个位数，终于考了回2位数。这回家妈妈要是知道我考了60分，不得开心坏了。回头再给我数不清的零花钱和迷你世界所有的皮肤，我的天哪，想想就开心。哈哈哈，让我先回家听上他100遍好日子。普通学生啊，我的天哪，怎么才考了60分啊？比上次成绩足足低了20分。明明我这次把试卷写得满满当当的，居然才考了60分。不过幸好及格了，不然回到家爸爸一定会抽出他的七匹狼好好疼爱我的。哎，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考90分啊？这样我就能吃爱吃的果冻了，我长大了还要当太空人呢。学霸60分，天哪，要遭殃了，这次怎么才考了60分啊？平时我都是考满分的，这肯定不是我考的分数。这我回去了，爸爸妈妈不得给我吃大逼兜啊。小伙伴们，我这该怎么办啊？看来我应该是没救了。我看还是直接开席吧。